48岁黄子佼与小19岁女友结婚，新娘曾公开拒绝小 S 曾宝仪参加婚礼。48岁的黄子佼与29岁女友孟耿如即将结束7年爱情长跑，从2013年相恋至今，2020年两人终于步入婚姻殿堂。据台媒报道称，3月4日，孟耿如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是否会邀请小 S 和曾宝仪来参加婚礼，没想到被孟耿如以作为有限为由拒绝了。当年18岁的小 S 对黄子佼一见倾心，于是便展开了猛烈的女追男攻势。之后黄子佼和小 S 公开交往了5年的时间，当时的大小 S 一起公开讨伐黄子佼出轨，导致黄子佼形象大跌，事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。直至2015年，黄子佼参加康熙来了与小 S 世纪大和解，三人也在金钟奖舞台上真正冰释前嫌。黄子佼即将结婚的消息曝光之后，有记者告知黄子佼，小 S 表示如果是受邀参加他的婚礼，红包至少6300起跳。虽然小 S 和曾宝仪不能出席黄子佼的婚礼，但现如今三位的关系能缓和已经是非常难得了。